所以你喷三碗可能会有三个感觉，不同的感觉，你可能每一口都感觉都不一样。就我喝到，比如说我喝到苦的话，代表这些不好，是不是？不是不好，是只是那边需要一些营养而已，所以你会喝到那个味道，只是代表那边在补充营养。就那边很准，夏天，现在夏天我要去火。那你喝到干的话，就是你的脾胃有点湿的，可能平常喝手摇咖啡或茶类。所以，或是你吹太多冷气啊，真的嘞，就是湿气比较重，对，湿气比较重，脾胃湿，很容易得到那个味道。那很准哎，我就是个湿气很重的，所以仲夏还是比较干，因为夏天都是湿气很重。这个仲夏意思是指这个时节最适合补脾胃。那你在这个时节喝的时候，很容易喝到干，是这个意思。一碗之后就会有一些感觉。大概十到十五分钟，十到十分钟就会有一个感觉，就会有感觉。不是，喝了很有气的感觉吗？这是酒气。对啊。而且我看一下你们这个好有趣哦。他说如果有以上反应的话，就是等一下谈评二十到三十分钟。他们没有限那个用餐时间呐。你待会喝了汤后，待会会脸红或脸白。那你可能会想跑厕所，海便便的，会。所以你们煮八个小时，其实那个酒精成分都煮掉了嘛？大概酒香跟酒气。2%到3%。所以吃完之后又出去开蒸干，不会被抓走这样。哦，我们大概休息一阵子，它就会退掉。但是有些人代谢比较慢，可能就要再休息更久。对。不开然后我们这边会有酒测器，所以。还有酒测器，好贴心哦！好贴心的，我第一次看到店有酒测器。对啊，这好甜哦，这好吃哎！第一次有那个单位很好吃，我们单位特别挑。很好吃的，很甜哎，难怪要捞出来特别吃。补血，然后多补一些血。之前我妈煮那个中汤，我就直接把单位扔掉。因为渣渣根本不用掉，就是很甜，我好意外。我觉得这好大锅，这可能每个男生喝比较适合，女生的话可能要像我们那个女汉子。哎，很贴心的，都去腥了。它这个莲子煮得很浓，很透。它猪肝也蛮好吃的，就是它有点那个它的酱的味道很好吃。然后没有猪肝的那种腥味。